孙怡纤瘦的身材一直是大家讨论的话题，因为确实太瘦了，让粉丝总是担心她的身体。6月3日，孙怡晒出一段视频，并配文：“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瘦了吗？”旁边还加了一个微笑的表情。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下吃五花肉的正确吃法，最后把它包起来，对，好，来吧。视频中，孙怡表面上是在向大家介绍美食的吃法，但是最后的悬念是董子健出来一口吃掉。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是很明显就是在说自己瘦的原因是因为都是董子健负责吃呗。网友纷纷评论道：“因为有董子健衬托你瘦，我就知道是这样。”也恭喜小董同学越来越胖，很 nice， 猝不及防的一把狗粮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